今天我们说一说怎么洗车。洗车的时候，把车放在单车架上是最方便的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那放地上也可以。首先用水把车先冲洗一遍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用去油剂喷在比较难洗的地方，比如说链条和传动系统。然后用家用洗洁精兑上温水，用一把软毛刷把整个车刷一遍。别忘了把你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刹车盘刷一下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有一个单车架更加方便了吧？现在可以用一把硬毛刷把传动系统好好刷一下。如果你有这个链条清洗器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链条清洗器里面喷一些去油剂，或者是用洗洁精兑成的水把它装在链条上，可以把链条洗得更加干净一些。现在我们又可以用我们最喜欢的水枪把整个车冲洗干净。车洗得差不多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一条旧毛巾把整个车擦干。擦的同时你可以检查一下刹车系统是不是工作都很正常，有没有可能其他的问题，然后链条呢也要把它擦干。当整个车已经晾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车上油。上润滑油的时候要注意两点，一个是不能喷太多，另外一个是绝对不能喷到刹车上，否则的话很危险。上完油过5分钟，再用毛巾把链条上多余的那些油擦掉。好了，车现在已经洗好了，我们又可以出去浪了。